设定。哦，然后什么？等一下哦，设定。活动记录设定，设定，看一下 ，P 什么支付？哦，在哪里？支付款项？支付。收益，这是二月份的设定来源，收益，Hello，Hello， 等一下，我在看我后台那个东西。支付，设定，收益，好吧，还没有的样子。好啦，各位晚下午好，我看一下哦，怎么 Tina 你们都有空来了？你们是不是又开另外一个群了啊？就看不到你们在隔壁。看一下哦 ，L A U 安安，凯欣安安，李赫赫安安，周晶晶安安 ，N G B I N G 安安，谢安琪安安，陈轩林安安 ，T I N G Y I， 婷儿安安，孙星星安安，艾琳安安，杰西安安。飞翔安安，要风南安，听南安，秋雨晨安安，猫又安安，这谁 ？L H I W E 南安，叶子雨安安过了，安安，肖雨安安，肖雨安安，墨雪，感谢墨雪的200颗星星，愚人节快乐。哦，你们在别人的群哪个群？你们在谁的群玩？很忧郁，白痴！我今天才看到一个文章，说什么我已经私讯了对方那个我的地址跟要的游戏片之类的，然后看到说把人家搞到想要关账号了，开不起愚人节玩笑这样子。白目，我文字很多阅读都有障碍的，你竟然阅读没障碍，我的天哪！我妈提的，好吧，没有我，没事。我觉得兔窝群算好了，兔窝群是至少，我们在管理的时候至少还有人会在的。那时候愚人节玩笑，有些人就是开不起啊，然后就被骂了啊，可怜。准备干？你要来吗？你们在玩什么？哦，白痴哦，骗人，那边骗，感觉你就是会被骗的那一种人啊，想骗我。而且我昨天不是改完那个作业2小时吗？然后改完之后，你们看这一项，为什么变这样子了嘞？因为。
因为那时候改完之后，我发现多了三排珍珠的哦，然后就再开了一箱。最近模组可是进来，你可以找到我们。什么最近模组？你是说最近你们在玩模组，但是进去可以找到你们这样子吗？不好意思，听不懂。感谢生母的500颗星星。这清明节不是到了吗？快跑哦！然后昨天本来要抓一个的，有一只史莱姆跟着我跑上来，有一只小史莱姆跟着我游上来，本来要抓它的，可是它又摔下去了。他就这样子，我再去找酸橙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不是酸橙啊，找命名牌跟那个船的时候把它装起来，然后他就下去摔死了，可怜呐、啊！我想到一件事情，那我可不可以这样子？哦，木头在这，哦，没消失哎、欸。哦，这个视野，玩这个游戏，哦，我要干嘛？环城恩安安，哦，我要玩这个东西，想啊，做太多了。哦，修修修啦！他坐不上去，现在史莱姆坐不上去啊、喔！啊，那不能放了哎、欸、，kiss kiss 啦！那史莱姆不会坐了哎、欸。哦，然后上面不会被烫，我的天！哇！浪费啦！傻眼，这什么鬼？哦，对哈，我用本名叫我浅风，浅风，浅风，你是我认识那个浅风吗？刚刚是什么？奇怪，刚刚的声音是什么？感谢菜。青红吗？感谢蔡青红成为支持者，我支持者要去后台看你。你是认识的那个魏浅风吗？怎么办？我都做了一大堆没用的东西，怎么办？啊，今天又酸。烧掉吗？我想说，他们就直接坐在木床上面，然后慢慢被烫死之类的，结果不行。哎呀，哎呀，然后昨天不是改作业改到那个很晚很晚吗？然后就躺着睡觉，想说会不会消雨，因为就是让我太辛苦这样子，然后晚上睡不着，想太多，然后本来想爬起来跟牛奶说，你帮我去咪消雨，说叫他不要想太多，结果我本来想爬起来就睡着了。不确定，但应该是前锋。
奇怪，我就记得我好像听过前锋这个，是不是兔窝也有一个叫前锋的啊？还是另外一位啊？因为突然忘记嘞，好像很熟，又但是又好陌生，我的天呐、啊！到底什么时候才有史莱姆染色功能呢？若是会有不同颜色的史莱姆，但是掉出来史莱姆球就是史莱姆球，但是做出史莱姆方块可以染色这样子。啊、哦，就是的，但是很久没在兔窝了，你是离开了哦，是吗？你们要回来啊？没办法，我可能会再叫你黄纯恩一阵子，直到我记得你是前锋。哦，有，我记得你讲这个，我就记得了。感谢你的恐龙装啊，感谢感谢。啊，刚刚又是什么声音？对不起。更新一下后台哦。啊，然后你们最近看到广告，那是因为那个什么，那个什么疫情，就是听，就是那些帮忙管理 FB 后台疫情的人，那个就是居家隔离还是什么，就是防疫啦。那最近他们可能就上班了，所以你们看得到广告了。刘 嘉欣安安。我感觉今天有鼻音哎，我的天呐，发生了什么事？玩到没游戏玩了，在等。可是如果我礼拜六去拿主机的话，那礼拜六下午我就不会开台了，然后可能东西用一用，晚上才开始开台这样子。啊，我今天忘了做一件事情。广告很多，哎呦，那很棒啊！你们，我每天都要做这件事情，但我今天还没做。什么事情嘞？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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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臭臭臭！好，垃圾。看我现在我的藏品，我的宝物柜，这些都50%以上了。这个是直接买的，这些是新角色直接买的。那我竟然没想到我是这两个是最高的，95%了，我快收集完他们全部的东西了。但是我最会玩的还是只有这只，这个是那个租人活动的。那这些左上角有符号都是买得到的。不对啊，我看一下哦、喔。不对，那个也是买到的，像这个也是买的啊。这几个是买的，因为这一次改版是温蒂的版本。这个啦，这个这两个到底差在哪里啊？对，你看，这明明是一样东西啊，一个是用做的，一个是用那个的嘛。
昨天我们做的地图，你说哪一张？第一张还是第二张地图？我记得第二张地图，我知道是兔窝里面也有人在做的啦。啊，第一张地图要拿出来骂，大家做它小 ，bug 一大堆。哎、欸，你们可不可以？对方还没打招呼，就先别打字，这样搞不好人家只是……哎呦，太满了吧，太多大只的了吧？那人家搞不好只是进来挂个台，没有要打字，结果你打了那个黑月安安，结果黑月搞不好根本不在位置上，有没有？兔窝有人在做，不是有人在做啦，我记得有人在参与啦。也有人参与啦。哎、欸，第二张还不错玩呢、啊。我觉得鬼一开始太可怜了，想说你鬼不只有钥匙吧？那一开始再给个技能之类的啊。我觉得一开始给个隐形的技能还不错啊，隐形或加速啊。啊，田安安，等一下，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去充一下。有啊，第一个我有给加哦，你说第一个当鬼的吗？因为没有第一个当鬼过。哦，原来是这个哦。小，只是没有特别讲，当第一个才会知道。我觉得第一没有半个第一个当鬼的知道。嗯，哦，昨天所以昨天是你去哈记台讲的啦，然后做什么作者跑去跟他说那个第一个是怎样怎样的。哎、欸，我搞不好之后玩动物森友会，我就从下午直接开到晚上了、欸，然后就是也没休息时间，应该可能就是一直想玩吧，就跟以前玩新路谷一样，就是下班是三点嘛，然后三点半开始开台，开到晚上十一点、十二点这样子。哎、欸，我真的剪片剪到有点。怀疑人生了，哈哈。没关系啊，我跟你说，一开始那个谁，那个萧月牛奶他们也都是彼此不认识啊，就是他们每次都是抢第一个来看台的人。然后我就说，每次都看到萧月跟牛奶这两个啊，然后他们就开始互相打招呼啊之类的啊。不然你就标记那个人名嘛，你就标记说什么牛奶安安、萧月安安这样子，对啊。今天又是新的月份，所以又要重新开始拼业绩了。哎呦，那我上个月的业绩就是三月的业绩啊，已经太完美了，你知道吗？也算是人生的巅峰了。啊，好啦，我去找游戏玩好了，不然麦块真的
没东西玩了。Under the sea, under the sea， 成为西安，成为新安安。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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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想看我玩那个输出牧场，还是玩？干，阿瓦隆怎么玩？不是阿瓦隆，不是那个什么阿修罗啦。因为团团说坐着出来面对我就过去了啊，我有说出来面对，你怎么没有出现？嗯，五啊挂着那个动物吃鸡。超级复活节开始，讲错了啦！重大更新，这个是什么？我更新一下哦。欸，好久没玩这个了。哦，好像很大欸。哦，没有欸，更新好了欸。请问怎么称呼？谁怎么称呼？你说猫鼬吗？来，猫鼬，请开始你的自我介绍。来，猫鼬，请自我介绍。猫鼬同学，老师在叫你哦。猫鼬水文，叫我阿文就好。阿文哦，你也太难记了吧？你的叫什么根尾哦？叫剑尾吗？也不是啊，你怎么拼啊 ？G A N， 根，哎，怎么拼？嗯，有点拜拜。猫文，阿文，啊，我好一点，我是直接用念的，我不用打字，爽，爽。这个移除掉，这个解除安装，解除，解除安装。尾剑哦，哦，我想说怎么会有叫剑尾的？剑尾太难听了吧？尾剑哦，好，尾剑男男，不是啊，你姓什么？这个姓氏叫什么 ？J I I J I A N， 哦，原来你的名字在后面哦，尾剑，居然。捐什么？剪尾剑是吧？我不知道哎、欸，对不起。哦，剪尾剑哦。啊，刚才上课，然后老师说愚人节讲鬼故事，愚人节讲鬼故事也不是不行啊。好，尾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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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为什么鼻音那么重啊？名字卡住了。有几个游戏真的确定都没在玩，可是又很舍不得移除掉，就是 Starbound 跟泰拉瑞亚 ，G
确定已经没在玩了，可是就是没有移除掉。哎呀呀！话说我昨天是跟别人开台，开到一半听到你们在玩，直接关台跑来看。哦，你在开台哦？哇！天哪！偷吃你哥买回来咸酥鸡。繁星有打算在愚人节整人吗？没有欸。我觉得真的是年纪到了，很懒得做一些事情。很想赶快给你，因为现在有樱花，但直到十一号。对啊。哦，今天看到好多活动，一堆人在用。什么？你已经在整你哥，你把他咸酥鸡吃掉了不是吗？我有拿到兔耳装饰之后给你，白的还黑的兔耳味，个人是黑色的。哦。啊，那要岛民是随机的吗？怎么听好像是随机的？哇嘞！我来跟帮我买那个主机的人聊天。不过可以刷，怎么刷？每年都被整，反正就是你，反正是有愚人节当天就不要相信任何人讲的话啊，啊，啊，去整巧克力呵呵，没有吧？选好岛以后进去看，不喜欢重开，哦。我以为是要删除什么的，腿可以除了，解穿装。Rock and Stone。不会很大声吧？不会很大声吧？不会很大声吧？哦，还好还好，来来来来来，我们来玩这款。这款好像我来 FB 之后就没有实况过了，这叫《宇宙冒险二》。哎，白痴哦，原来有、哦。看一下哦，全新是新在哪里？要更新的什么？那个，在连续四个关卡中，不要离开传送器区域，直到什么？直到充能。在连续四个关卡中，不要离开传送区域，直到充能完成。这好像有点简单诶。那什么？摧毁空中草原的20个飞眼？哈？那、啊、这是什么？作为指挥官，在五分钟内完成第一关。神经病哦、喔，这是直接去开门的意思哎、欸。作为女猎人，已阅刃一级6次弹射。工程师，作为工程师，在关卡中怪物全部清除的情况下完成。
在关卡内的怪物全部清除的情况下完成传送机重能。啊？太难了吧？需要恶意试炼、荣耀试炼、谜团试炼，什么？哇，太多了吧？这什么鬼啊？这太多了吧？这什么？只需形单影只，我真的不知道这任务这怎么解开。我上次要开，结果我看不懂怎么开。一轮游戏中激活六个机枪打。拜拜。为什么密码错十次会产生？你们在聊什么？我看一下哦。警戒心去整巧克力。有人从昨天就开始整人了啊！我朋友两个假装吵一架，很多啊。前阵子不是 YouTube 网红都很喜欢在前一天吵架，然后 po 那个发影片 po 文吗？说什么什么吵架啊之后啊，然后再发个愚人节影片啊，很多都这样啊。太难了吧！我还是不会开的字哎，稳定虚空之境的隔间。这只是一只狗狗，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玩。来试试看，五分钟内是不是垃圾？总是这一关。五分钟内，五分钟内，传送器。到了，哇！痛痛痛痛痛！欸，敢会伤济？敢会伤咸？伤济咯。好，开一下。开一下。那这个游戏就是你会在那个场景上遇到很多怪嘛，那怪也会掉钱，也会掉一些箱子。那就用打怪掉的钱去开箱子，就这样而已。然后前面这个是传送器，这个打下去之后，打赢，因为这个开了之后，你地图上的传送器那些就是都开不了了。我靠！
哇，死了，没了。好像可以再次。啊，这是死了就没了。对，这游戏死了就什么都没了。啊，刚刚那个地上有一个蓝色硬币，那个是额外货币，所以能捡就捡。它是可以带走的。啊，你们看不懂，没关系。感觉手机不会吃到广告，会啦。广告这东西本来就是天选之人的东西啊。喂，到了，我到了。反正巧克力有想玩这个，可是我刚才讲说这个太时光屋，这个不太好。那这个时光屋到那个。真的会忘记时间过很快。一分钟35块，差1块钱。这个之前刚玩的时候。莫名其妙2小时就这样过了。然后你离开关卡后的钱会变成你的经验值。啊，怎么是这只？啊，这只我一定死啊，白痴哦。啊！谁在后面偷射啦？白目！哎、欸，这好猛哦、喔！前期这个这么猛的哦、喔。以前我不喜欢招这个，因为这个太烂了。哒哒哒哒哒哒哒。成就解除，好，我们可以出去了。不然我可以挤另外一个啊。因为任务是，单场打开这个，你几块钱？哎、欸，他会带走哎、欸？怎么以前不会，这个现在会？就是单场开6个吧，来接着看好了。像这个游戏最多4个人玩，然后当时我们半夜在玩这个啊，玩到就是，可能3点说最后一场，对不对？不然因为我玩到早上8点，然后那时候有一个人神装了，
那我们就死光光了嘛，靠他在那边打。我们打到，就是我们角色都死掉了，去养那个人，然后养到那只角色根本就死不了。我看到你们在聊什么，好像怪怪的。等一下，我看一下哦、喔。因为太相信自己的指纹，又有被害妄想症，所以就用这个的机制喽。嗯，教主多久以前玩过这个啊？我怎么对他有印象？多久玩过这个啊？我只记得我有在 F， 我没有在 FB 玩过这个啊。肚子饿买早餐，早餐？请问你是跟我说你去买你的第一餐还是早餐？后面一只蜥蜴在射我，一直射不到，去死啦！教主要看之前留言才知道我们在谈什么，我现在没办法看啊，这游戏没办法暂停呢。退去的时候有玩过这个啊，无人导弹机。针筒是加工术的，好像可以改标题了，等一下，雨中冒险。RICK 吧，忘记了，我看一下哦、喔。这款游戏 RISK， 对不起 ，RISK of RAIN 二更新资讯。
获得所有攻击中获得的伤害减免。漏牌，哇，他暴击效果有出来。有看到我腿上插三个针了吗？有没有四个针？等一下会让他插更多针。哪里呀、啊？当时蛮红的啊，当时很多国外大台实况主也都在玩这个。好玩。画兔崽子们，那个是很早以前的，三年前了吧？现在根本没空画图了、啊，咻，中了。
是什么东西？我不能看到自己装备啊，可恶！香哦，哦，有啦，有印象啦。这个我有一次跟一个兔崽子在玩，有，我们那个兔崽子叫小鱼，那时候在跟他玩这个。欸、因为他那时候也是被我逼着买这个，很可怜，他们都被我逼着玩游戏。感谢风仙的500颗星星，愚人节快乐！你也刚睡醒哦，天哪！冲哦！你看，只要那种攻击是那种有几率，你只要叠那个叠攻速就对了。嘣！未吃药进右键。耶、yeah, ，又是攻速。他叫婷儿，是个妹子吧？不知道。感谢老，今天休假，愚人节快乐，老巨人愚人快乐。这个嘞是，这不是三神，这个是开下去会有一堆怪碰出来。哎、欸，我觉得攻速流还不错哎、欸。那是宝物吗？咻！
什么宝物啊？钱。你在刷 TD 哦，没办法，那个连线连一点会让我堵蓝，他不知道为什么还没做好连线，已经那么久了。感谢老现实还是上班，愚人节快乐！靠腰啊，辛苦你了！你到底是哪一个才是实话，哪个才是谎话？其实你还在放假，对不对？我应该标题打个“今天不开台”，这样才对。是什么？哦，暴击眼睛！哦，宝物是钱啦，哈哈，是钱啦，你看左上角，叮，羽毛二段跳，好了，我们可以去干点什么事情了。这款是一代很像卷轴那一款吗？没错，张君安安，这款就是宇宙冒险一的二代。对，它反正，很像那什么像素横向做成3D 的这一款，是这一款哦。因为那时候一代是阿靖推我推那个点点买。然后那时候点点也买给我，啊，结果阿靖自己不带我们玩，自己在那边偷玩。变3D 很特别，这3D 已经两年了呢、欸。这好，对，差不多两年了，这有点有段时间了。好啦，打 boss 吧，这真的很特别啊，而且二代的有中，一开始没中文啊。那有那个那当时是靠汉化啊，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哪根筋不退，出了那个中文出来。啊，现在就是中文也看得懂，就比较好理解了。什么是加什么的，就不用去实际了。之前水狼他们在玩啊，想说他们英文都很好，就没跟他们讲说有那个汉化包。他说啊，繁星有汉化包，怎么不给一下？我说想说你们英文都很好啊，就没给了。在哪里？啊，完了。啊！你们可能不知道在玩什么，因为刚刚那一只跟安德一样，然后他会在他瞬移的地点周围会有一道红红的光圈，然后他会往那边狂攻击，那个很痛。
而且他说宇宙冒险的意思其实就是那种地上会有很多掉落物，而不是真的下雨。三颗，拜拜。一开始是什么声音？好恐怖、哦！盾很小，这个是子弹袋，这个牛奶安安，有钱捡一下，叮。其实新手这支真的是很难用，它没有自瞄。进去看一下。撬棍，香蕉牛奶，而且那天不是那个吗？轻松生存，残酷二选一，我以为团团会选吉娃娃、欸，哎，反而是选香菜，我吓到了。这是什么？哦，这个好。这好像还好哎、欸，对不起，我的错，我想要这个。哎、欸，原本没有吊灯呢、欸，哦。
怎么无人机在外面飞啊？我们绕回来了。哎呀！711哎，不对哦，等一下哦，视讯没解好哎，没人发现哎。好，这样才对。你说我跟我弟吗？小时候谁会知道？拜托，我小时候真的是，我有讲过，我小时候就是很白目啊。我这是所有屁孩白目的代表，好吗？这就造就了现在的我。这是什么东西？过量治疗使你获得一道屏障。你们要知道，人在危机的时候会做出很多判断，这就才会有所谓的患难见真情，对不对？你在危机的时候，要么是出卖别人，要么是自己承担这样子哦。那小时候不懂事，做什么事想到自己而已。重点是，人家都会说什么哥哥会保护弟弟，这没有，哥哥会断尾求生。然后重点是我跟我弟感情又真的又很好。搞不好我现在提到这件事情，他会说他忘记了，没有这回事。原来有这回事吗？这样子，反正等他下次回家的时候，我来问问他。我说：“哎、欸，你还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们去那个谁谁谁家，然后我把你关在房间里面，然后里面有狗很凶，你还记得吗？”他就说：“啊，有吗？有这件事情哦。”他一定会忘记。我小时候的记忆力很好，可是怎么长大就没有了？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大概两三岁的记忆耶，因为其实我们是那时候是我三岁的时候搬那个我们家搬家，因为那时候我弟出生之后，就是那个我现在住的地方的隔壁是以前我们的祖厝，然后就是因为就是人口太多了，然后就是搬家，但是那时候三岁的时候我的记忆力还在，哦，那时候。那个谁，我家人觉得哇，怎么可能你还记得？因为我说我就形容出那个以前我们家的那个布置背景跟什么鬼的这种东西，嘿，然后我都形容的出来，然后说那个真的是以前我们什么房间的摆设啊什么的啊这样子，然后到小学之前的记忆我都其实都还记得。
那重点是我昨天那天在讲的时候还自己笑笑到不能讲话，那个那才过分吧。嗨，我在这里。有没有？他说先让我笑完，过分。姐姐不会保护弟弟，我反而是我姐会保护我。就是那时候在美那个全联，因为当时我姐是都被叫全联姐姐，然后都是被叫美联哥哥。就他在全联做事，我在美联社做事这样子。然后有时候就是我下班就去找他嘛，去帮他弄东西，然后就会有人说。哦，间谍什么之类的，这样子。拥有四个更多简易效果的敌人，标记为死，并获得多少伤。哦，啊，这个是什么？金的打印机，没拿过，打印看看。哦，没有打印，我没有金装备啊。跳级啊！我今天影片应该有射手播吧？有齁，今天那个封面赞吧。我找雏田就需要想说，奇怪，我记得一个 cos 很漂亮啊，怎么突然找不到了？然后就是拼命去翻，终于被我翻到了。然后也找不到那个出处了，每个都是直接拿来用了，找不到原 po 的那种图。我没看到吗？我现在怎么看？请问，我现在打怪，我怎么看 ？Excuse me， 你要怎么看？莫名其妙接到哎、欸！哦，小雨，小雨，对不起，讲错了。哎、欸，你昨天有没有很自责没有睡着啊？我昨天很担心你太自责睡不着哎、欸。哎、欸，新的地方，小鱼在吗？哎、欸，小鱼，你看这边好漂亮哦。你要不要带老巨来这边约会啊？鞋太厚了吧！我的天，
这什么鬼地方啊？这血太厚了吧！你看我左下角那个血量，那个是过量治疗啊？他这算死了吗？地图击杀算吗？好像是欸。还有孤球，哎呦，我的右键可以按两次喽。我刚刚怎么看一个很胖的巨人？小鱼在吗？没有啊，小鱼不在啦。只是我记得最后一次是他陪我玩这个啦。我是 QQ 看他，看他在不在。哎，不对哦，这个在一代的话是旧地图，这个我对这里有印象。哎，这怎么开过嘞？一代的话，这是旧地图，好像第四大关吧。你主人，主人是谁？呜呜呜呜呜呜呜！哎呦！这是三兽神你哦，好恐怖哦！死光了，叮！迷你菇，我现在是有攻速没攻击力的，哎呀，没有那有那种打趴伤的加攻速比较划算，对吧？肉排，我要怎么去对面啊？我想给跳几下，哦，他有上班哦。他找工作了哟，哇哦，小鱼在上班了耶，他一定是想赚钱养我，对吧？对吧，老鞠爸爸？哎，第二个，这是什么新的哎？啊，他现在是做什么啊？怎么他工作了也没跟我说？哇，现在可以自己选哦。他要养的很多呢，对啊，我知道啊，他养超多人。我比较好养啦，我只要
我只要有钱就很好养了。去哪里？我骨折的声音很好玩，石头可以打哎、欸。有没有成就是把这些石头全部打光啊？欸、真的有哦，你是要打这个哦？哦，打屁打打屁打打屁打，这是什么？可以打吗？不行，可以打吗？不行，不行。嗨，大家伙，嚯！一切都非常香港速度。前天面试，下午录取，昨天上班。哎呦，那跟我很像哎、欸！我不是说我之前在超市上班吗？就是我爸是蛋那个农会代表。然后因为他那个蛋农那个我们农会超市啊，这东西一个装备，修理一个无人机，一件装备。啊，不想要。去哪里？我的天！哦，这边有装备。是什么？我忘了欸。等一下，我还找不到传送门。我喜欢这个。Yeah！ 小鱼是不是很容易录取啊？他是就是一脸长得很福相，然后那个老板都觉得哦，聘请他会赚钱之类的那种。我总觉得小鱼很好找到工作啊，还是其实香港就是真的什么都缺。啊，录用他啊，这个录用会发财这样子。等一下啦，我找不到出口啊！找出口啊！等一下、啊，出口你在哪？出口，啊，这个是加伤害的哎、欸，要用吗？一个是攻。看一下、哦、哪边像出口，它在最上面吗？哦，这骨折的声音很脆呢。
第三台。这里吗？没有。哇，我们进入了，哎，这边是什么地方？哎、欸，这没什么。哇哇哇哇哇哇！完了，这现在这游戏最烦的就是找不到传送门。找不到传送门啦，哭啊！之前活动再加上现在的疫情，哦对耶，啊你这样子小鱼，我很担心哎。哎，找不到出口。哎、欸，下面有路，我看到下面有路了。啊、这要怎么下去？哎、欸，在这里，然后下面怎么下去？我看到下面有路哎、欸。嗯，怎么下去啊？哎、欸。这是什么地方？吓到我了！呜呜，干嘛的？可以打吗？可以打吗？可以打吗？化合物。然后嘞，啊，不会这是 BOSS 吧？哦 ，Oh my god， 不是吧？哦，不是哦，吓死了！哦，该不会是这样子吗？我看懂了，这样子，信不信？应该是吧，这个没错的话，哎、欸，不是哎、欸，来来来，请告诉我这怎么搞？哎、欸，来解谜，请问知道怎么玩？还是就只是这个？没人会吗？也不是哎、欸，干，这个线卡在这里，哎、欸，还是说这个啊，这个，然后嘞？
然后这两个吗？这样子吗？如果再不是，那可能就是这几个了、欸。好，我看一下哦、喔，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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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还是这样啊？也不是啊，我不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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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这到底是什么鬼？有没有提示呀？去上班挂，呜。有没有人帮我？看不懂。感觉都一样啊。感觉这两个是一起的啊，然后这两个是一起的啊。转换化合物，这又是什么？转换化合物。哦，哦，靠边啊！这个又是什么？怎么看得懂啦？不是就是什么解谜之什么鬼的吧？太难了吧！啊，该不会我懂了，真的懂了，真的懂了，这方形的，这方形的，这方形的吗？还是三角形？这样子。就真的懂了，又嘣没有了。欸，要带我去哪里？下去直接死。這是什么东西？隐藏区域，堡垒的储仓。好。Excuse me. Excuse me. 哇，这是什么？神奇钥匙，一个巨大巨大力量的石头。看我现在这个人长得好丑。我现在没钱，我没有钱。这边有没有怪可以打？这游戏开始要玩解谜了耶，太难了吧！啊，不是啊，没有怪让我打啊，我要啊，怎么又有？
二。我觉得我们会耗在这边耗很久，哎，你们怎么想？又谜语了，这游戏在 FB 开头说有啊，有玩过啊，就好像那么一次吧，那时候好像也是没游戏可以玩了。三把钥匙，还是直接往这边走啊？白痴啊！怎么啦？什么东西啦？喜欢那爬？哦，打怪是不是？啊，冰起来了！要死！哦，拿钥匙去打他哦。OK， 大概懂咯。来来来来来，我们开这个，我们开这个第四个。嗯，我要死掉，应该抓他吧。你有掉钥匙吗？没有，没掉钥匙。哎、欸、呀、啊、要死嘞！
还是根本就在我身上啊？我去看一下哦。没有啊，找到了。耳机箱塔爆一堆了啦！哎，结束了。荣耀试炼，然后咧，请问 ，Excuse me， Excuse me， 哎、欸，我记得可以再花钱修回来啊！我的，手机剩5%，你要不要先充电啊？
还有玩什么游戏？下次直播玩。啊？什么意思？还要玩什么游戏？我其实游戏有很多啊，只是没有在玩而已啊。玩的游戏真的很多，只是玩不玩的久而已。什么边境三对不对？边缘禁地嘛，那个我就没玩了，不好意思，哈哈，我没有对到我的位吧？啊，攻速100%。原来今天是元旧歪，今天是6月1号。6月1号怎样？暑假吗？不大暑假，7月1号啊。6月1号怎么了？而且我发现它这个边界圈圈有变大哎、欸。96捡个钱，96地下传说 Undertale 那个没有，那个点点很早以前有推荐我玩啊，可是我就那款我没有兴致哎。我靠！这个绿绿的会让我不能回血，可是我觉得我玩的差不多了，我应该，我时候到了，该走了。这场只是想说解一个成就而已，没想到玩这么久。该输了，该自杀了，这场玩太久了。
没有，等一下玩到 Undead Hill 就说那个阿神有玩过，团团有玩过，这样子。像昨天玩那个鬼抓人啊，就突然一个死小孩跑来讲啊，这个我看过，他是一开始是说我听到巧克力的声音对不对，然后再说这个阿神玩过咯，这样子。不知道你昨天有没有看到啦？自从我被英雄古达爸爸按在地上摩擦后，我退游戏了。啊？自从。我被英雄古打爸爸，我都很难怪，我觉得很眼熟。阿叉玩过，哦，对啊，当时明明我也是首发新入股的，就没有看到说啊，这个繁星看玩过，好难过。然后反而是我之前已经我都已经破关的差不多了嘛，因为我那时候新入股的进度已经玩了五年了，然后就已经退掉了，玩差不多了。然后我就看到我的影片有一个留言是这个阿神玩过哎、欸，对啊，我就觉得啊，反正人不红就有这种要面对这种事现实。啊，也不要去当那种黑粉，懂吗？不要让，不要说那个繁星玩过啊，那个就算了，因为你们去讲那种话，只会让我的名声变臭。买到口罩回家，要举我昨天没哦。我终于看到这个飞碟攻击人，这个飞碟不是冲出去砍人呢、欸，是射出一个光线呢、欸。好啦，开始找传送器吧，赶快打一打去下一关。我看到左上角的那个难度变哈哈哈哈哈了，已经不能再难了，加攻击力。对 BOSS 造成额外伤害。这是什么？杂草丛生机。生命第一次发射一颗哦，这个很棒。
等一下啦，传送器嘞。啊，烦躁。这里吗？没有。一轮哦，激活六个哦。欸，他超狂欸，我对他的印象就是说，他都说他用他的大荧幕在看首播。这边有希望。不要让我失望。哦不。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吹不啦，真的吹不，吹不就是找不到。什么东西？繁星大大的射击游戏玩怎么样？如果玩得很好，我建议去玩彩虹六号。没有欸，我射击游戏没有很强。这个看我斗争特工就知道啦，而且这东西还攸关我家天气，如果太冷的话，你会看到我那天在玩的时候手狂抖。是彩虹六号啦，红彩六号，那你自己打错字还有念错，那是红彩六号不是吗？我记得是这样念的啦。真的是没有看到欸。来过啦，我记得是念红彩呢，你要不要去 Google 搜寻看看，看找彩虹六号还是找红彩六号找得到？找不到。找不到，找不到。来看一下，现在才二十分哦，究竟五点前我们找不找到嘞？嗯，哎，是那个吗？不是，那是数字。哎呀，哪里呀？那传送点不固定是好事，因为怕会有人去记那些固定位置。可是他可不可以超过一定时间射出一道光或什么的？
对不对？是红彩六号吧？对啊，因为那时候念彩虹六号反而会被笑啊。Rainbow 是彩虹没错啊，但是翻译就是叫红彩啊，那款游戏叫红彩啊。哎，找不到，这里啦，找到了啦！哦，水加固，水母。台港红彩，内地彩虹，独彩虹，哦，好吧，那没有人的错，没事没事。哎，我没注意到你不是台湾人，不好意思。哦，这回血，你看我的护盾。拜拜。真的觉得应该要结束游戏了，玩太久了，赶快结束，换下一个成就这样。听都是叫 R6 啊，可是红不是 R6， 不是有个说法是对新手很不友善吗？
那是什么？什么？那时候听他们在开台的讲，说什么新手要玩这个，应该是很辛苦。啊，伤害不够了，打不痛了。我也没玩过啊，我知道吐过这个人在玩啊，就是鱼啊。欸，是鱼吗？还是谁？好像不是鱼耶，是谁？那个谁是？欸，对，是鱼。额外程序，对啊，鱼有玩啊，因为看他有时候开着在玩，开台在玩。哦，这是谁？
太多了吧？赛人钥匙，感觉可以直接下一关了耶。伤害完全不够啦！打不痛了。
很混乱，嘿，但是我自己也看不到在哪里。没事，没事，没事。哪里呀？好了，结束了。然后连无人机的伤害也不够了，所以这游戏就是玩到差不多两小时就差不多会死掉的。他们爬不上来是不是？我爬上来啊！就是这，要许我不是他，看打不通的血量呀，放弃了，放弃了。
怎么感觉开着麦快改作业还比较多人看呢？天哪，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什么？清道夫的大口袋？哇，这什么东西？哦，好棒哦！这大口袋好棒哦！干什么？这里吧，看一下哦、喔，这里往下跳，哇，在对面呢。哦。哎，都一样哎。改作业很有趣，没有吧？我感觉是标题是蛮快啊。巨枪塔在那边，嗯 ，OK，
欸，这次就很快啊。我哪边没开到呢？看一下哦。这里。我们要整些什么？感觉只是解成就用的，也没有在身上。嗯，他是不是偷我的东西啊？欸，开。哦，好棒哦他。怎么突然爆、啊？
欸、对耶，今晚阿米哥玩什么啊？你们知道吗？不知道，我等下去填单就知道。红材料悲憾哦，阿米狗应该也只有杰瑞有买吧？啊，怎么是这里啦？我白色是无人，我的无人机死光了啦！我想说怎么一堆可以开。
我要射这只一直跑。啊，要五点了。你看，我就说啊，这游戏玩的人很时光啊，看的人我不知道。你看，现在两个小时快过了。啊，传送门嘞，五点了。好啦，看首播吧。嗯，看一下哦。首播不是这里。白痴哦，麦块还开着啦。完了，等下史莱姆球一定爆，一定爆，稳爆。我要干嘛？等一下，我忘记，不是我忘记，我找不到这里。一代经典，对啊，可是我一代因为都是英文，所以玩得很痛苦。哎呀，波波安，这个笑了，你真的就不应该。哈哈哈哈哈哈！哇，报仇了，报仇了，报仇！我的女友，你要什么武器？女友在 shopping。
Shopping Shopping， 我有三把武器，你想哪一把？我想要打得痛的。好啊，打得痛的，我有不死克星五。好好，这可以。挺痛的，那超痛的嘿、欸！我最近好爱那一把哦。OK， 那还有一下路，我居然玩麦快玩出晕船的感觉。有那么夸张？真的假的？我们没人种，还有人种小麦吗？有啊，我有种小麦啊。啊，你有在收吗？我现在应该没有吧？你去看一下。你知道一堆种子吗？还是怎样？我要养牛啊。我仓库一堆耶。我的农场，也有一堆。好。对啊，看你喜欢谁的。多拿乞丐是、啊、乞丐是贪心的，贪心鬼不选择的。对。然后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乞丐比我们还有钱。没有啦。还有钱。这也是蛮猛的啦。当然、啊，我就是要拾荒那些啊。所以你骗我，你家都是种马铃薯。啊、哦，下面看到了，对不起，我等一下陪你去，我等一下被炸一下嘛，好不好？不要生气。哎呦，我只能拿十颗喽，是猜中了，中了啊！什么东西？他一直想诱惑我去被苦力怕炸、啊，就很明显。不是，我跟你讲，为什么很明显？他什么都帮我打，就想说，请问主要苦力怕在我旁边绕半天。苦力怕我是把他推过去，对他把我推过来，然后总不打，然后、啊、我待会眼瞎一点，哎呀，哎呀，我相信他，你看相信他啊，让繁星啊，让繁星被苦力怕炸到一次啊。而且还有受到伤害，然后他就说我是不是给你的武器太强了？我就说嗯，他都直接把苦力怕砍死。哎呀，你可以那个打火石给他点下去啊！就想干什么？那就直接引爆了。对啊，就直接引爆了、啊。我是已经准备好了，引爆被拆出来了。我只有三叉戟。哎、欸，快、欸、过去！我要去！噼里啪啪！哇，你们噼里啪啪！没关系。我不知道。碰！你不要急，我还没确认清楚，你们就冲过来就看到。神差级冲过来了！神差级有啊，真的有啊！我好期待右下左下角掉出来。哪里啊？哎、欸，总一堆熊猫哦，在这。有啊，怎么看到吗？哎、欸，有啊，有看到。射出来了！我阻挠你任务，这样可以吗？不算，这个不算啊。这个应该你自己也想要，不是吗？没有啊，你这样五分可以的。不行，不算，我不承认，我不承认。那再一次。请问团团你在家吗？我不在。请问音乐你在家吗？我在家旁边。啊，我来了，哆瑞咪嗦。屁啦，你怎么每次都不一样啊？哎、欸，你换了，你是 TP 一个人换一个是不是？每个人不一样对不对？每个人有不同的咒语。那你最好记得，你对，你最好给我记住哦，你记不住我会被骂哦。哎、欸，有关于海豚的任务。啊，船船真的很讨厌哎，都会溺死人。很棒，很可怕，很可怕、啊。等一下，你等一下，不要那么急，快好了。我在为了你的皮革，干嘛？我回家干嘛？一条鱼我抓你哦。团，干嘛？你先去找，找到之后大叫，我就冲过去。等我一下。我跟你约9:15好不好？还要约时间？没有，我们要约时间，你知道吗？我要有自由的空间。哇，你家好远哦！我的妈呀！对，我们星星跟月亮在一起，真的。星月族，我们披星戴月，拜托。哎、欸，救命！我看到头上了。啊！有人提醒我了，我要走。哎、欸，他不扎下。哎、欸，白痴哦、喔啊！你不能去，我要挡夜妹啦！哎哎哎哎哎，女友、男友不怪啦，你后面有多好？到底是哪一个？等等，是哪里呀、啊？我的那一只嘞？这里，不是我的那一只，哎、欸，我都在追你，我来啦！噼里啪啦砰！
主海带完成。过来。哎呀！太大力了！我怎么不小心啊？哎呀！哎呀！我爆麦了！这要怎么抽啊？爆炸了啦！哦哦哦！我抽到我自己，我觉得这好像时刻钻石也不能弥补哦。好了，给我。哎、欸，我抽到钻石剑。所以这样子，我们是一人一半的扔，一人一半的钻石数量。对啊，他说猜对是一半啊。好像不是很优的剑，击退二，截肢四，截肢四，燃烧二。哎、欸，很好啊。不会啊，很好啊。用鱼也是截肢哦。对啊，是啊，他虫哎、欸，他是虫哎、欸。哈，是哦，对啊。想不到吧？我还真的不知道。想不到吧？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哇！哎呀妈呀！哇！哇！有叶妹啊！超嗨的！意不意外？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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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截肢舞哎，哪有截肢？我以后要当截肢杀手。哈？截肢杀手是什么？听起来有点痛，真的。你们小心点。不是截肢干我屁事啊！杰克克星，杰兹克星，杰克，杰克克星，杰克星，杰克克星，杰克过来。哎、欸，女朋友，我想要唱片，我们再去玩一次。唱片是吧？那我们要准备船。我有，我很多艘船。但是后面是什么？造，哎、欸，怎么厉害？现在都要叫他小心了。哎、欸，两只住在一起了，不对，他们家配对错了。不是，不能让枯公走过去啊！就说是你的错觉啦。没有，这个角度不好，两错觉。我刚刚拿到，我还看到李子叫，右边那只在射我。哎、欸，小心，左边那只好了，左边射完了，这边音乐根本在装忙。射完了哦。等一下，这次，等一下，等他一下。哎、欸，后面还有，有没有，还有想法？没有，把他引过来，把他引过来。好开心哦！对啊，你们好刺激哦！谁在射我？但是你他在射我啦！你一直在忙什么啦？他刚不在射我吗？白子在射我啦！来，你有船吗？你有船吗？你这是有船！我们洗唱片啊！坐下，这里，你要再来了？耶，有你吧！我要船一万狗肉，我要船一万狗肉，好的。船了吗？没有啊，这不是我，我就说我不在家、啊。我传出去，你帮我传出去抓阿辉。所以你在哪里、啊？哎、欸，我的伊努刚被哈基搞死了。死掉就算了，那个很难听哎、欸。为什么搞不搞死了？弄死也比较好听，搞吧，搞死吗？怎么把人家搞死了？怎么把没有？你怎么连伊努都不放过？没有。哎呦，旁边开始放起音乐来了。好了，关掉。请问有人在家吗？噼啦，哎、欸，换谁？刚刚音乐的咒语是什么？来，哆来咪嗦。音乐在家吗？音乐在啊，刚刚咒语。啊，哆来咪嗦。哆来咪嗦。他俩写的这首歌有没有写？对啊，我想着换这个。哎、欸，对了，繁星，我可以借你的锄头吗？借啊。你在哪里啊？你是要锄什么？我只是要锄田而已。锄田不行哦，锄田啊不行哦，锄田也是我的哦。我也喜欢锄田哦。没有，锄田是大家的，不行。不行，他已经有老公了。那不然我要耕田好不好？可以。那音乐不是有丝绸锄头吗？有吗？啊，好啊，那给我好不好？丝绸锄头。我想要丝绸西瓜，哦，这样子就不用那个再煮了。没有，我是要换钱啦。太敏感了，欸，我一直很避开的就这两个字，欸，我连人家跑步跑一半的都尽量避开了，欸，他是表示哦没事啦，我只是心情和融哦。我丝绸锄头我之前就给你了吧？没有，你是给我耐久啊。好，要走上了。哎、欸，话说我还不知道怎么把那个僵尸村民变成村民哎、欸。好、嗯，加一个虚弱药水，虚弱药水加金宝金玫瑰。对，哦，没错，你不是麦块老人吗？对啊，哦、那不是一点二就有了吗？以前从来没有配过药水啊。我还以为你是说你是麦块老新手，老新手。
然后这时候说我就烂，你就烂，烂烂你今天烂了吗？也烂，大家烂，一起烂。你今天烂的吗？你今天烂了吗？公杀三月全程免费哦，三月一起烂哦。我都是被指使的，有苦怕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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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抠脸，惊惊，抠脸惊。我不知道什么，他会这样子翻译，苦怕怕。跟我说你在讲啥？那苦力怕的台怎么讲？你怎么讲？雷龙雷雷吧，苦力怕，厉害，苦力怕，苦力怕，苦力怕，蹲苦力怕，蹲再打，应该是口力怕吧？口力怕，口力怕，口力怕又是什么？语言啊？因为你说厉害啊，你呀。那个是厉害的力，不是那个力呀、啊。那是力，那是力跟力不一样。力跟力不一样。我都念力啊，不知道你们怎么念的、啊。我们都念力啦，念力啦。我们念 Costco 啦，你们是念 Costco。你念 Costco 啦 ，Costco。Costco。我念 Tomato 啦。Tomato。哦，原来你念 Tomato。OK。对啦。我知道。这惊不惊喜？惊不惊喜？哎呦，牛奶你要洗超过四个 W 啦，白目哎，碎啦！要上这部字幕的辛苦了，我觉得后面那两个都很累，我的天！好了，我这边打一打就准备关台了，反悔。不是啦，这是拖后面找不到，真的是很让人啊！好好自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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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杀。好了，自杀，自杀成功。哇，已解锁的哦，很多哎，很赚哎。啊，总之这就是那种，哎、欸，死掉啊靠，怎么样？啊，反正，哎呀，我怎么开始了？按错了。好了，这个总之就是这样子的游戏啦。怎么声音那么大声呢、啊？好啦，感谢各位今天下午的收看啦，那我们晚点阿米狗见啦，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哎、欸，等一下，快快凑齐三小时，让我凑一下吧，凑一下，凑凑，我们再看一次。哦，原来你念 tomato， OK。对啦。刘璇，他记得很合吗？碎啦 ！OK， 碎啦！碎啦！